OK，来跟大家问声好，点个名，我们准备要开始直播了。现在已经1:04，确实晚了几分钟，不好意思跟大家报个歉。刚刚吴老师在附近停车，停车场有点塞车，停车场客满。Gary Su、Fan A、MK Lai、灵魂熔炉、兔星星、MM、SWM，大家午安，三八妇女节快乐！对，今天3月8号，源于。好的，WXM，请老大，好，我有机会5月份，四月份的来宾我已经先排了。好的，跟大家问声好，老规矩，刷一排一，我们就准备开始。声音如果 OK 的话，吴老师已经就座了。好，苏湘文 Rose，MM，好，声音是 OK 的。好，来，那我们准备帮我们下片头，谢谢。欢迎收看《永康新世界》，请帮忙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旁边很认真工作的，开始在打电脑的是吴麟翔教授。哎，然后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你继续打没关系，我跟大家讲个话，因为我们现在标题旁边呢，从今天开始多了一个 QR code 二维码，欢迎大家小额赞助这个节目。特别说一下，今天3月8号妇女节快乐。回想起应该是在2年多前的3月初。我记得，我开始自立门户做这个永康新世界，好快，已经转眼做了快2年的时间了。特别感谢大家的支持跟鼓励啊，因为你的留几个话、写几个字给我，都是让我继续做下去的动力。我要特别说一下，要谢谢南希的美好人生自媒工坊的支持，因为我一个中年大叔要做这节目，其实很多技术面是完全不懂的。如果你也想要自己搞一个自己的平台，做一个自媒体的话呢，欢迎跟他们做联络，会有很多技术方面的咨询跟顾问。另外，当然还要感谢我每一位来宾啊，都是车马费打折之后情谊相挺，谢谢学长，还有大家你们的小额赞助，让这个节目可以继续做下去。因为我们没有金主啊，没有这个大量的资金的益助，所以就是靠大家的小额赞助。早知道台积电的股票就多买几张，让台积电拿我们金主多好。来给大家看这个最新的台积电的股价，今天创的天价纪录啊。台积电快要800啦，破400的时候，我就跟太太说，应该买个一两张放着哈。永远是只想要追涨，很难低的时候去买，这就是人性啊。台北股市上20000点，今天上午，这台积电一个人的50啊。你看这个台湾，我每一次到年底或年初去主持金控论坛的时候，看台湾的各个产业相关的指数的数字，台湾就真的是 IT 产业撑起全台湾。所有的 GDP 啊，这个有人说一个人50，台积电一个人独掌，台湾的传产相对去看看还是没有那么好哈。不过就先看一下，今天我们请到吴老师来，当然就是聊跟半导体有关的。那台湾这段时间经常最常出现看到有关于半导体的报道，大概不外乎就是熊本现在台积电设厂之后，当地的房价、物价。不断的攀升，然后当地居民很欢迎台积电去进驻，因为很多时薪都涨了2倍，请不到人，当地有了台湾村等等。但其实真的帮台积电赚钱的部分呢，应该是南京厂赚的比较多，因为都是成熟的制程，直接是上市的。那熊本还在花钱的阶段，更不要提亚利桑那的凤凰城还在赔。先问一下吴老师，因为今天请到你，你在今年接连去了台积电的南京厂，然后刚刚又从熊本厂参访回来，两个厂你都看过了。我没有真的到厂里面观，其实只是在厂外面周遭绕一绕。我看你熊本相关的人你都访问了嘛，对不对？对，这个才是重点。因为如果只是24号去热闹一下，在那边看一看，开幕其实不会得到很多重要讯息。重要讯息还是要透过专访特定的重要的人士，是他才真正有资讯给你。这个比较重要的。是，不过南京厂，我们先从大陆的南京厂开始聊起好了。先给大家看看照片，是1月份去的吗？对，那南京厂，对，你看天气还很冷的时候，那南京厂采访，其实我们并没有真正申请进入，因为在大陆真的是比较气氛比较不一样。这个区域啊，这个区域呢，其实要特别申请，因为我带了2个摄影师，
两个摄影师，一位是拍空拍机的航拍机，哦，一位是定。他可以让你拍空拍吗？我们事实上之前先申请过了，也得到了许可了才去了。可是台积电本身大概不太希望或者不太欢迎，所以有警卫冲出来啊。那他也没有一定要赶你走，但是那个阵仗有点吓人。那台湾的台积电，我去演讲过好几次。你不能够带 USB， 然后你说如果带笔电的话，那口都要先封起来。那是因为你进去了，我没有进去，我也没有准备进去，我也知道不能进去，所以我只申请了空拍机在这个，我稍微往这边一点，因为那个101大楼正好在我头上，藏到我上次那个照片啊，我上次照片被我的网友一直笑呢，啊，然后我头像长个，我后来用手这样子刚好跟你拜拜，然后人家说我手上拿了一把剑还是什么，有点好笑，好，没问题。那个，所以我申请了，但是呢，他们的保安非常非常的严格，那个阵仗有点吓人啊，连棍棒都拿出来了，哦，但当然他不是要对我挥舞了，但是立刻有车子这一类出来，因为他们对于空拍机是非常非常的，可能是保安做得很好，然后他们自己的空拍机也飞出来，那空拍机比我带去的空拍机呢？台湾的台积电周边厂房也是不能飞空拍机的，要申请或者怎么样啊？那我那个带去那个摄影师那个小朋友，因为他以为他申请而且通过了，是经过当地是用空军来管制的，他以为没有问题。所以后来在没想碰到这个问题，但是呢，因为我带去那个小朋友很厉害，他到美国去学的开直升机，有直升机的驾驶执照，到上海也开了直升机一段时间。那个公司被公司，因为国家的政策改变，民间不能再可以开直升机公司了，所以他就失去工作了。他就跟我说：“我想办法还是要飞什么吧，飞个。”我就说空拍机，我说你不考虑扫把吗？他当时没有听懂我的笑话。我说考虑一把扫把吗？他没有听懂我的笑话，但 anyway 是冷笑话。后来他就决定真的花了一年时间去拜师，然后就是进入用航拍机来拍的。他拍得很好。他虽然只在很短的时间在被台积电南京厂的这个警卫制止之前，我们就已经拍了一小段，也还不错，但是后来我上网看，网络上其实有很多航拍机拍的南京厂的片子，有的是可以出售，有的是免费的，有的是只是炫耀的，其实也还蛮多的，至少有我看到五六则六七则，那但是我要讲就是南京的这个厂其实后面还有很大一片空地，这表示台积电在盖每一个厂的时候，其实都预先考虑到扩厂的需求。扩厂的需求，对。但是南京厂后来显然就没有再扩厂。这个扩厂呢，我们可以叫做二厂，但是更有另外一种讲法叫 Phase One、Phase Two， 就第二阶段、第三阶段或第几期，对。那这个像我们台南厂是一个超级大厂，有 Phase One、Phase Two、Phase Three、Phase Four， 对不对？就四个阶段，你也可以叫做一个厂房。那美国 Arizona 那个厂呢，一开始其实就已经规划了六个厂区，所以事实上它可以 Phase 6都是可以的，但是呢是不是能够真的又利用到那个土地，真的把厂房扩建下去，这当然就有很多的讲究。像台积电的南京厂后来就没有再扩建，它现在呢也以28奈米为主要的生产的晶片的这个技术制程节点，那28奈米当然也是中国大陆现在所需要的，可是呢以获利来讲，就你刚刚讲获利来讲，它不是台积电获利最高的，这不是什么机密，各位去看台积电每一季都有公布季报，那个财报里面都有一个 pie chart， 一个大饼图，里面就看到说每一个不同制程三奈米赚多少钱，获利率有多少对不起，营收有多少，获利率可能会大家可以推算出来，然后当然营收是很清楚的，那28奈米营收不是最高的，这样子。你跟当地的大陆人士的半导体的专业人士有接触到一些吧？他们整体来讲对于在美国实施科技战实体清单这么长的时间下来之后，到累积目前为止，对于整体先讲一个大的一个图好了，那接下来芯片的发展是持什么样的一个态度？那个几个有趣的是，因为我们是 YouTube 节目嘛，不是那种非常严肃的，我相信我们的观众，你的受众我知道都卧虎藏龙，很专业的，对，但我们也讲一点比较趣味的事情啊，就是他说大陆的，不过这跟我讲这个话的是一位台籍的干部，但他在台湾台积电工作过，然后他现在所工作那家公司的名字我就就先不讲。台干现在在大陆还在线上，而且是在大陆的陆资的公司，但这家陆资公司呢过去是有台资的，但台资那两位股东已经赚得盆满钵满，已经这个财富自由，50岁不到就退休回台湾了。不过那公司还在持续做半导体，
半导体的设备。设备。对啊，这家设备公司，那跟我讲那个就是说，他们经常来往的这个厂商都会跟他们讲，甚至包括日本厂商也会跟他们讲说，哎，你们要加油啊！我们当年日本就是被美国这个欺负啊，打得很惨啊，现在你们要挺住啊。嗯。他这个讲的你们指的是中国。嗯。因为中国现在也被美国的某种这个经济制裁啊，这个压力很大。嗯，那我拜访这家公司呢，还有一个有趣的事情可以提供给我们观众参考，就是我访问的来往最多的，他是因为看到你的节目，看到我自己过去在电子时报做的临界点认识我的，然后主动跟我联系，然后我们在大陆就有机会碰到面这样子。那他回台湾我也拜访过他。原来永康新世界可以串起大家交流的平台。对， 那是因为他是台积干部嘛，对你也很熟悉。然后呢，我就发现他那个公司里面有他在台湾台积电工作过的啊，也有在上海南积电，也有在南京南积电，嗯，南京台积电工作过的，不过这两位是陆籍的人士，是，然后也有台湾的台积电，台积电人士，包括他跟另外一位都聚集在那家公司啊。那我把这个现象叫做技术扩散，因为技术是藏在工程师的脑袋里嘛，嗯，他纵然符合所有的法规，他可能不能把公司的图纸啊、设计啊、专利的机密什么带走，走的时候可能电脑是完全清空的，但他脑袋里总是带有一些过去的经验嘛。是，所以像这种跟着人移动的，我们把它叫做技术扩散，就是 know how 了。对，所以呢，这里就扯到一个人家常问说，哎，台湾的半导体的这些产业对中国大陆半导体产业是不是有贡献？嗯，啊，我不晓得大家答案是什么，给你想一秒钟。啊，一定是觉得有贡献嘛，对不对？嗯，对，有贡献。那贡献在什么时候呢？你要说清楚啊，讲明白啊。那贡献最主要有两波，我这次去采访也发现，最主要有两波。第一波啊，就是我们常提到那个张汝京先生，他当年那个世大，啊，世大半导体被台积电并购之后，然后呢，那他自己因为是被蒙在鼓里，他是创办人啊，但是他的出资的大股东把公司卖掉，没有跟他讲。所以他心里可能是不服气啊，所以他就决定去大陆发展。而且张汝京先生他是一个怎么讲，他对中国是比较认同的，他认为自己中国人嘛，所以他去中国发展也非常合理。但他带走了自己，他自己亲口跟我说，他只有400人跟我一起来大陆。那我问过他，跟他去的400人当中的其中的几位，他们说后来陆陆续续加起来可能又多了200多位。所以那一波世大被台积电并购，台湾的半导体工程师去了大陆大概600人。这600人呢，有名有姓，在 YouTube 上面，对不起，在维基百科上可以查得到的，其实有名有姓的也有好几位。那这些呢，就是在我来看叫做技术扩散，台湾的半导体的 know how 呢带到了中国大陆去，对中国大陆有帮助。那些人呢就会出现在中国大陆各个公司，譬如中兴啊，譬如我这次去拜访这家比较小型的公司，这个都叫技术扩散。这第一波。第二波呢，是台湾有一家公司呢是被美光购并，就是南亚科啊，就是台湾的这个南亚，就是台塑集团，他们也做这个半导体的那个 memory 的部分啊，所以呢，那个也被并购以后，又有一波人过去，那详细的数字我就不太确定，可能有100-200位，我不是很确定这个数字，我没有查到很多人跟我说，只是很粗略的估计而已。所以在我来看，这个都要技术扩散，而这个技术扩散呢，是台湾对中国大陆半导体的一部分的贡献，因为人带动过去，可是呢，这些台湾的台籍的工程师替大陆公司工作呢，在小英政府上台这八年来呢，政府的态度是制止的。那我也曾经去政府有关单位演讲过，那他们就跟我讲说，我们对这一部分是要用国安无法等等法律来查办，就是你不可以过太嚣张了，跑到台湾来新竹科技园区设公司，这样直接就找人，今天在3楼上班，明天就跑到5楼上班，换一家公司，薪水什么加倍啊，或者是人民币换成人民币计算啊，等等这样子。那我就问那位跟我讲这位的官员啊，当然比较低阶的啊，他就跟我说，那你们这几年查办了多少？他说我们这七八年来查办了差不多有几十位哦，有几十位这个有可能被挖角过去的。那我就想，其实好像也不是很多，而且宪法，我就跟他讲，我说，哎，宪法不是保障大家工作自由嘛？他看跟我话不太投机啊，所以就不跟我讲。不，我不是刻意挑战他，我真的觉得站在，也许我比较个人主义啊，站在自由主义的角度，每个人可以选择自己要选择的行业、选择的公司，甚至选择你愿意去的全球化时代的国度嘛。但是因为全球化被美国拜登政府现在逆全球化或者全球化破碎化，那当然也限制了。好，
这不对，不好意思，打岔，没有没有，因为你刚刚讲到的是，我讲太多了。台湾的就是工程师，在过去这两波对于大陆半导体产业曾经出现过的一些助力嘛，帮助。当然当然。那这些当然叫做技术扩散，也是现在中国大陆要发展半导体很重要的一个人才的部分。是是是。那我刚刚的问题是说，那像这一些你所接触到的台籍干部在大陆发展半导体的，他们整体来看。大陆的半导体在中美卡脖子，因为你是实际这次到他们跟去谈话，讲到话的嘛。我去了不止一次，对，最近半年。那我要问的就是，这些人他们如果乐观是十，悲观是一，一到十的话，他们整体来看大陆半导体发展的前景是怎么样？未来的三五年？一到十的话，我觉得大部分是六吧，六左右。对，为什么呢？因为。都觉得前途是光明的，但道路是曲折的呢。啊，他们知道说现在的困是有一些困境，是受到一些限制，不太容易。是，但是呢，都对前途还是很乐观。但是你如果问他一些细节问题，他说这个是的确很难，不太容易。嗯，所以这个都要花时间解决。那这里我可以用另外一个大家很流行的 term 啊，叫做弯道超车，来回答你的问题。那弯道呢，我在我的论文里有定义啊，弯道就是技术发生变迁的时候才叫做弯道。嗯，换句话说，没有弯道发生的时候，你很难超车。嗯，这个跟在比赛赛车其实完全一样的。嗯，在直道的时候，大家车子的重量、引擎的马力、这个驾驶的技术、专注的程度都差不了太多。是，直道上你要超车是非常非常困难，也很危险。嗯，但是为什么弯道有机会呢？因为弯道的时候，领先的车子它必须slow down， 它必须要慢下来，而且弯道的时候呢，它的原来的轨迹也不是直直的，对不对？它会开始出现一个，因为它减速，然后这个旁边的空间呢，就可以让后面的车有机会，如果更大胆、更 skillfully 啊、哦，它就可以嘿超过去。所以这就技术变迁才有机会。所以中国大陆想要弯道超车，必须寻找到技术变迁的窗口。它可能是技术变迁，或者是材料变迁，它必须要有个起点出现。材料或者你所谓的材料或者技术，材料的突破，这个在我来看统称都是技术上的。我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最近刚好有这一个 IC 产业的研究机构提出了中国大陆目前碰到的四个被西方世界卡关的一些关卡，每一个关卡都不太容易， okay. 包括了像是 IP、EDA 软体的部分、设备的部分、材料的部分，每一道都有以美国为首，它跟盟友联手起来，好比说日本，它就有一些掌握的材料，那包括了设备光刻机的部分，美国掌握了荷兰，还有一些 ID 跟其他的部分人才的部分，那每一个关卡都不太容易。我先请教一下学长，因为中国国务院在2015年曾经喊出过制造业的策略，2025年中国大陆的晶片的自给率要达到70%，眼看就是明年了，嗯，圈差能够达到70%吗？现在目前的自给率大概是10%左右，嗯，所以圈跟差。很显然易见嘛，是不太可能会达到的。好，那我刚刚提到这四道枷锁的关卡，我给大家看更仔细的一个图，请学长跟我们再进一步的解释。嗯，因为这四大关卡，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CG4 啊 ，CG4， 你看，从它的 IC 产业的部分开始，到它的基础，到它接下来的，就等于是上中下游的产业链，相对应的旁边的供应商，就在每一个关卡上面，它现在提供的制造商的厂牌。我们也全部列给大家看了，这些厂牌公司基本上不是美商就是台商居多。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当然美国要发挥它的影响力，去每一个厂商去列成他们所希望达到的一个样子的话呢，是现在美国可以做到的。那我想问一下，吴教授，你看不看这个每一道关卡都有它被卡住的地方，你的观察目前的现状跟它的突破性的可能？因为半导体是一个非常精细的一个 process， 一个制程啊，中间其实每一道不管多小的环节被卡住，其实都是卡住脖子，嗯，是不是？对，其实大家可以想象，如果你自己在家里做菜，我们随便举个例子好了，你家里做菜，你就是没有酱油，你就很多菜都做不出来了嘛，嗯，你就少了盐，你就很多菜都做不出来，你用那个味素。嗯，对，就是有点不一样。任何一个环节其实都很重要。那你这里分成四个环节 ：IP (Intellectual Property) 就智慧财产 ，EDA 是软体，设计用的软体，设备是硬体，材料呢是它的化学的材料，也属于制造环节最需要的。这里就把它分成四类，这里面的任何一个更细小的环节，如果被卡住得不到的话，嗯，
都是一样，就会被所谓的卡脖子，就推进。那就呼应我刚刚讲的，如果说现在中国所要发展的目标是2025要达到70%，或者现在达不到，可能将来要达到70%，或者自给率要提高。你如果走的完全是过去欧美国家发展半导体同样的技术路径，没有任何弯道啊，你就照一样的走法，那对方也很清楚你要走哪条路，他就知道什么地方把你卡住，所以你当然要超越，你不要说超越，你要突破都很困难，那你还要想办法超越，就要怎么样走过去不同的技术道路，哎，以前用这个材料，现在我用这个材料我也做得出来，你也卡不住我，甚至只有我会做，还有专利，那然后我绕过你这个环节，我一样可以做出来最后的产品，那这个才叫做弯道超车。所以要创造出弯道，创造出弯道的意思就是要在技术上要有创新跟突破呢。那回到你刚刚问题，这四个项面呢，这四个领域啊，那现在中国最希望能够快速突破的就是设备，这也是为什么我这次去跟那个设备商花了很多时间请教他，因为设备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嘛，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巧妇难为无什么无锅设备无锅之炊，对不对？你根本就没有饭锅，你怎么做饭呢？对不对？所以现在中国最花时间最多的在这个设备上面。那 EDA 呢，已经突破到相当高了。你看那个华为 Mate 60手机用的是7纳米的设计，表示它的 EDA 7纳米大概没有问题。而且呢，华为自己公布的说，自己公开讲大概14纳米没有问题。我觉得他们就客气了，应该7纳米也没有问题了。而且 EDA 就像我们刚刚讲，也有前段跟后段嘛。那最接近那个晶圆制造那个部分呢，是比较需要跟晶圆几纳米要完全紧扣的，前面前段的部分大家28纳米60纳米其实都差不太多，所以中国在 EDA 部分我觉得已经非常接近世界，至少7纳米我觉得算非常接近。那这个问题我可以直接挑一个最近刚好发生的新闻跟进请教，因为去年我给大家看看那个 CG5 哈，去年11月份荷兰选举之后，荷兰的国会现在是由极右派的自由党当家，那极右派的自由党就是反移民的，在反移民的前提之下，那很多科技大厂会担忧，包括了像是全球半导体的设备市占率最高的 ESMO， 他们有40%的员工是来自于国外。如果你反移民的话呢，人才就不知道怎么来了嘛，对不对？所以他们这家公司表示，未来的业务可能会移到海外去。所以荷兰政府现在很紧张，希望能够推出一个叫做贝多芬专案，把这些高科技人才、半导体人才留下来。我想问，因为你刚刚提到设备，设备又来自于人才提供。制造设备的是，那这样子的话，会不会刚好欧洲反移民成为北京招揽人才的一个契机？你这个脑洞开的有点大，就是说欧洲因为排斥，欧洲就算了，是荷兰好，还有高技术的移民，对，然后呢，这些移民这些技术人才会不会因此流到中国去？我当然不能说没有可能，但是你说要大举移过去，我觉得可能性比较低，但少数有一位两位过去，这绝对有可能。我自己就认识一位。从美国到中国去的啊，所以这个一定有可能，但是说大局我觉得不会有那么大明显，但是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我在2周前去参加台湾一个欧洲论坛啊，是2个月举办一次，我对欧洲没有什么研究，所以我每2个月去参加那个就可以得到很多的讯息。正好2周前那一次谈的就是欧洲的移民，那我那天因为那个非常紧凑，我没有机会问问题，但是我的问题后来有私下跟学者问，他们说，哎，你这个问题问得不错，因为我先把定义，我们这个念电机念理工的很习惯一开始先定义嘛，我说你们今天 present 5-6篇小论文里面，什么是移民，什么是难民，好像没有分清楚，哎，移民跟难民是不一样的应该才对，可是你们在这里都混用，然后高等技术移民跟这个低端的难民啊，当然他们没有人讲低端，或者讲说状况比较技术门槛较低的，对，所以呢，欧洲现在是为什么？那你说欧洲就通通拒绝难民就好了？不行，因为欧洲自己的人力需求很大，对，他自己的因为少子化啊，出生率很低啊，这已经非常非常多年了。你看那几个重要国家，德国啊、法国啊、意大利啊，那个人口都没有大幅度增加，战后婴儿潮没有让他的人口像这个东南亚、中南美洲国家人口增加那么多，所以他们需要移民来补充他们的欠缺的劳动力。对，可是这个移民呢，很多是从这个中东战争来的这些难民啊，或者甚至是信伊斯兰教的这个穆斯林，所以他们接受到这种，不知道叫难民还是移民，应该叫移民，接到这种有难民身份的移民的时候，他们又非常的困扰。就我大量接受这种，你的文化习惯跟我们都不一样啊，讲得更
更难听一点，希望有幸这个伊斯兰教的来宾啊，或者观众不要怪我啊，就是我没有什么恶意，就是说他会担心，哎，这里面会不会暗藏了一些意识形态跟我不一样，是不是所谓的恐怖分子啊？所以那些政府都非常的困扰，然后就会出现你刚刚讲的极右派的政党，因为欧洲大部分都是内阁制嘛，所以内阁制里面小党林立，那这个最右派的跟最左派的都通通可能同时在存在的国会，然后在主政府的时候也可能是个联合政府，像比如现在德国的政府叫我们叫做红绿灯，因为它里面红党绿党蓝党就代表不同颜色的三个政党合组政府啊，那这样对移民的政策就会是不一样。好，所以如果像荷兰这种状况，大举的半导体人才被吸附到中国大陆的几率没那么高，个别的会有，好，那就看能够贡献多少的你刚刚讲到的技术扩散的成分。那我回到刚才你刚刚讲一个非常在理工科的思维，就是如果你没有弯道的话，就不可能出现超车的契机。刚刚列出的四大关卡包括了 IPEDA 设备材料，如果说中国大陆的芯片晶片的发展的轨迹要跟台积电或者是三星是一样的走法，要从现在的华为 Mate 60的7奈米一路走到台积电的2奈米1奈米的话，你要这样直线超就很难。那有没有弯道的契机点？弯道契机点呢、现在传出一个说法跟您请教，中国大陆想要从小晶片，也就叫做 Chiplet， 它是以元件堆叠的方式尽量接近高阶晶片的效能，这是一个路径。第二就是第三类半导体突围，第三类半导体的物理特性比较适用在大电流高电压的应用，包括的像是汽车充电桩 5G、这也是我们看到在大陆电动车方面比较做的比较快、所以像小晶片第三类半导体这个会不会是超车的一个点呢？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技术了，非常技术大家都进步很多，对半导体都可以谈到这么深入、那我不晓得，当然我知道你的观众当中一定卧虎藏龙，又很专业的，讲太专业我也。其实我把它很顺利的问完之后，我也是不知道我在问什么。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我们还是用这个餐桌来比较，因为我觉得大家都常进厨房，或至少每天要吃饭嘛，就用这个比喻比较容易了。就是我们希望做出非常非常高端的一桌料理，对不对？可是我没有那么好的材料，我没有那么尖端的这个技术去弄到龙虾啊、鲍鱼啊，或者什么松板牛肉什么等等。那我能不能用比较便宜的食材凑成一桌，然后想办法把它做得非常漂亮，想办法做得非常美味，调味料用得恰当，火候用恰当，它依然可以变成很高档料理。我记得你讲过一个非常棒的一个理论，就是你在买手机的时候，你不会说，手机里面是几奈米的嘛？你不会问这个吗？你就拿在手上发现，速度快，画面好。然后呢，使用方面习惯，那就是个好的手机。对，没错。你不会说拆开来说，这里面到底纠结在那几奈米上去纠结，对不对？对，所以如果你真的去吃饭以后，你就觉得很好吃，你可能就不会问说，怎么没有鲍鱼，怎么没有龙虾？你不是非要吃龙虾鲍鱼？你吃得好，你就觉得说，你不会问他说你酱油放几 cc， 你就觉得味道就 OK 嘛。他用的是酱油，或者是用的是盐巴，你不在乎。对，那我这个比喻什么意思？就是小晶片技术。小晶片技术就是当初台积电那个。蒋尚义蒋爸他到 SMIC 去工作的时候，他提出的技术路线，他说如果你按照传统的技术路线，一直要像这个梁孟松所期望的，要从这个14奈米推进到10奈米7奈米5奈米3奈米，你没有EUV 就是 ASML 所提供的这个极紫外光的光刻机，你就很难做到，就你在直道上跟人家竞争，人家就知道怎么卡住你，就呼应我刚刚讲的方法，对不对？所以就没有这个设备嘛，那我能不能找到另外一条路径？这就是蒋尚义提出来的，我们走另外一条技术路径。这个小晶片这个技术呢，现在大家还方兴未艾，在当时了，现在当然越来越成熟。那我们走这条路径，西方就不能卡住我们啊，说不定我们还有更多专利啊，而且我们用这个方法来做的话，就是另外一条技术路径，就是所谓的弯道。我创造一个弯道，我在这里就有可能超车。所以在这个 chiplet 上面，我觉得中国大陆其实很认真，至少你看 SMIC 就看得到。华为的 Mate 60之前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它就是有用比较重复曝光的方式，把14奈米，然后可以做到7奈米的一个技术。那是另外一个技术，那个不是小晶片，那个是在蚀刻啊，或者说光刻的时候用的另外一种技术。那小晶片技术，就是我刚刚讲的，我们用比较二流的材料，或者比较大的晶片啊，我们凑起来比较14奈米晶片，不是所有的这个。
这个晶片里面用的每一个小晶片里面，通通都是五纳米、三纳米，我可能有14纳米在里面。只要我的 performance， 我最后的效能可以一样达到很高就可以了嘛。这就是小晶片的意思。小晶片意思不是晶片变得比较小，不是这个意思的， okay， 好不好？那第三类半导体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半导体一开始在最最最194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50年代的时候用的是这个锗，后来发觉锗比较不恰当，就用锡。用锡以后，锡是一种化学材料，物理材料嘛，或者化学材料好了，或者说就是一种元素啊，化学元素。那它有它基本的物理特性，它能够承受多少电压，它能够承受多高的温度，在多高的温度它会多少膨胀系数是多少，让电流通过的时候可以容许多少电流，做到多小时漏电是多少，这些物理系数都是跟着这个元素定的。那一开始我们就用锡，那那个时候用锡我们觉得用得很棒啊，所以到现在都是用锡。可是后来我们就发觉，我们用电动车，我们需要比较大的电流啊，对，我们需要比较高的电压，我们需要有些这个通讯器材要比较高的频率啊。那我们技术往这边推进，有这样子的应用需求的时候，我们就必须回过头来说，为什么做不到了啊？原来我们用的那个材料本身的物理限制在那边了。所以我们就不能只用锡了，锡就是第一代的材料嘛，锗啊锡算第一代，我们就开始发展第二代的材料或第二类的材料或者第三类的材料，这个就是不同的材料，就发现其他的不同的物理现象是可以有比较大的一个空间，对于我们刚刚讲的电流、电压、频率有比较大的容忍空间，像什么生化镓啊，这个就不同的半导体材料，这其实有非常多种了。这个就超出了本来像在台积电或者是三星他们走那个直线路径嘛，这也是一种技术路径的改变，对，这改变了嘛，改变那个材料的来源嘛，对对对对对，是，OK， 我记得上次在讨论这个华为 Mate 60的时候，一开始大家在质疑说，到底华为我们到七纳米的晶片的一个技术，当时你说要看它后来的出货的量的稳定度去回推嘛，那这么多个月过去了，应该可以看得出来吧？抱歉，我没有进一步的讯息，因为我有一个Insight source， 他最近他没有在台湾，所以我没有问到他。OK， 那我当时的意思，我不知道那时候观众还记不记得，但我可以回忆一下，大家可以帮我们一起注意。就是有人说，哎呀，华为的手机做了卖得很差，因为他根本交不了货，因为他的芯片做不出来，对不对？这是一种算法。另外一种看法就是说，他芯片其实做的很多，良率又很高，但是他市场需求太大了，有一些隐藏的市场需求是被俄罗斯要求买走。我在你节目讲过嘛，讲过，对不对？对，我听说那个普京去开这个一带一路会议的时候，峰会的时候，这纯粹是谣传了，没有任何证据。但是我从两个不同的管道听到一样的说法，就是普京跟习近平主席说，能不能先提供我。那我听到数字不同，有人说5000万只是听到最大的数字的，也有听到1000万只的，或者先交过1000万只也许合理，因为你要考虑这个俄罗斯的人口嘛。当然俄罗斯也许更 aggressive 一点，就说我做你的总代理，整个东欧通通由我来卖，那可能要5000万只也合理了啊。所以有人是讲说，因为先优先拨付给俄罗斯，所以呢 Mate 60供应给这个商业市场的货就比较不足，那这个我们不知道，所以只能看市场上的供应量统计。那现在正好3月嘛，等一下，再等一下，4月初就会有第一季的，因为手机的销售量是每一季做统计，所以我4月初我们看第一季华为在中国市场还有海外市场卖的情况，可能可以得到一点线索。OK， 回对。不过刚回到我刚刚问题，就小晶片跟第三类半导体的材料化，真的或许会是一个北京的机会。我可以再补充一点点，因为我去上海。就访问了张汝京先生呢，之前是在最早他到中国去创办了 SMIC， 就是中芯国际嘛，后来他当然有离开，然后去了这个青岛的恩芯，恩惠的恩啊，芯片的芯，但很多人不晓得他后来去了，现在他在另外一家公司，不是他创办的，这个有点差别，因为他过去都是自己创办公司在里面工作，这次他去了一家别人创办好的他过去的公司，叫什么呢？叫做基塔，积沙成塔，是这个公司取名字的由来，所以它叫积塔半导体。它主要做的事情呢，这里面主要的业务之一了啊，就是第三类半导体的元件，就是要大量制造。为什么呢？因为大量供应给电动车产业，像比亚迪啊、魏小李就是未来、小鹏跟理想，这些电动车产业会需要非常多的。需要第三类半导体才能满足我们刚刚讲的频率、电压、电流这样子高标准要求的晶片。
这可以大概或许解答我部分的疑惑，因为我之前一直在想，中国大陆的电动车怎么可以这样子横空出世这么厉害？从它的电池的技术开始，这个就是一个弯道，就对啊，对。所以你刚刚讲到有一批人在背后做这个事儿，因为过去的油车是一个主要的道路嘛，汽油车、柴油车，反正它是一个内燃机嘛，内燃机是一种技术路径。你中国如果要继续走内燃机，人家欧洲国家都已经发展一两百年了，你要再做一模一样的事情，只是说因为我们的环保成本比较低啊，也许现在也不是了啊，人工成本比较低啊，也许现在也不是了啊，用各种原因啊，我们量很大，这可能是原因啊，然后我们就能够做的比你更好，这个很难。可是电动车是一个新的技术路径，中国大陆在电池上又领先很多。因为电动车里面大概35%-40%的成本跟重量都是电池，是中国能够把电池做到全世界顶尖啊，宁德时代啊等等，比亚迪啊等等，比亚迪从电池就变成做电动车嘛，这就是弯道超车一个具体的例子。这个发展能够还要配合天时地利人和，到了人们对于环保意识的一个拐点，人不会合的，人不会合，对，因为美国已经，拜登前两天就。两个礼拜前吧，拜登不是下个命令要求大家，还是 Raimondo， 我有点忘，应该是拜登政府啊，要求来研究，中国的这些电动车又是那一套嘛，你有没有政府补贴、过度补贴啊？你是不是低价倾销啊？你怎么样威胁到我们这个国家安全啊？什么？其实讲穿就一件事，就是我的产业竞争力不够的时候，国家要出来帮一下嘛。那美国的三大汽车厂，福特、通用，还有那个新的那家叫Stellantis 吧，Stellantis 应该是，因为他改名字，那个名字有点难念。反正就这三大汽车厂，在2012年的时候，奥巴马政府已经出手相救过一次，而且那次说，这最后一次救你们，以后我们不会救你了。他们那个不叫做补贴哈。现在呢，又面临这个状况。那现在呢，我甚至觉得这三大汽车厂自己搞出来，就是之前他其实已经遇到困境了，可是那个时候他不出来哀哀叫，现在他出来哀哀叫，拜登非照顾不可，因为。大选年到了嘛，你不能不照顾我、啊。好，我稍微延伸解释一下，我说的人和是人的观念越来越契合走电动车这条路。对，我想的是美国人。是，好，所以你看这个发展了，好，大家就继续，我们先从那个南京厂的部分一路走到了熊本厂哈。我给大家看一个，你刚刚讲说你碰到那台积电的干部。之前的干部现在在大陆持续做半导体的，跟就是半导体产业的人士讲说要继续努力，因为你们现在日本美国怎么搞你们，他是这样讲的。对，我们给大家看以前的日本半导体多厉害哈，我们有个排名，你看左右两侧1991年的排名跟2023年的排名，所有有关于半导体产业的领先的厂商，在经过了1985年的广场协议、1996年的美日半导体协议之后，日本半导体基本上呢就被他们的忠贞的盟友美国给搞死了。跟美国当敌人，你未必会被打死，当兄弟死得比较快，这点印证在日本的半导体上。日本的半导体从此失落了30年，有可能会因为台积电现在落脚到熊本得以重振当年雄风吗？先请学长帮我比一个圈叉拍，你自己去才刚刚从熊本回来，台积电然后重振熊本有机会吗？机会当然很大啊，但我为什么把叉叉放一点？因为这个目标很高远，中间还有很多变数。但是我目前看起来，这样子比较清楚，这样子比较清楚。有机会，机会非常大，而且 on the right track。日本的这个策略非常成功。我昨天刚交了一篇稿给《经济日报》邀稿啊。但是付费版可能不是每个人都看得到，但我可以稍微讲一点内容，就是日本的策略非常正确，而且非常成功，而且这个策略是。将军抽车的概念就是将军抽车，也就是说，我既然做了这个事情，你不得不来配合我。就是日本这个概念是把台积电吸引去，而且台积电不得不加速，甚至某种程度的权力，也许不到权力，但很用力的来配合日本。好，什么策略？请进一步解释之前，先给大家几个数字看一下，也给我们一下 CG7。日本是高度期待啊，因为在媒体这个报道当中，开幕当天喊出了黑船 2.0， 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喻台积电在日本设厂，就好比1852年当时美国的海军用船坚炮利把日本的锁国政策给打开一样，用这么来比喻台积电在熊本厂的开幕，说外来的力量可以让日本进入一个新的时代，所以台积电是在熊本厂风光的开幕。日本政府为了拉台积电过去，在第一阶段 Phase One 补助了4760亿日元，然后马上二厂要再加码补助7320亿
亿元。所以策略上面一开始我们看到就是给钱给的快了，土地什么相关电啊、水啊、土地都配合很到位。那当然在策略的部分，我们这个一般外人看就是哎呀很效率不错，比起美国亚利桑那的凤凰城效率高太多哈。那其他的部分呢，机会跟挑战跟吴教授所观察到日本要翻转他们的半导体策略上是怎么做，你认为很有机会？他们的策略啊，我先补充一点点，因为那个黑转事件我担心大家可能不太熟悉。好好，因为1852年那个时候日本也是一个锁国的状态，那江户的幕府嘛，但是呢那美国因为那个时候有捕鲸船到东亚来，那希望有个港口能够停泊，觉得日本的港口是不错，就跑去哎来做生意，就日本人专用炮轰把赶走，那这跟那个当时大清国最早的时候其实有一点像。那后来美国就觉得哎这个这么一个岛国小民居然敢用炮轰我们，这个就派了这个 Matthew Perry 啊，就是这个准将驾了船。那为什么叫黑船？因为日本人那个时候没有见过这个铁壳船呢，还冒了黑烟，吓了一大跳，说哇，这是叫黑色的什么船呢？就叫它黑船。就那个黑船的黑是那个冒的黑烟。那整个船体可能也是黑的，我不知道，因为我看到都是旧的那个，当时没有照片啊，但那个都是画的图，但当然也就黑色的啦，反正就叫黑船事件。那这个呢是把日本从这个江户幕府当然就慢慢走入末期，这个是走入末期的开端的事件，然后慢慢锁国就被打破，日本就同意了跟这个美国就签了这个美日的和平协议啊等等。用这个事件来比喻台积电现在去，我觉得有相似也有不相似的地方。相同的地方呢就是之前呢日本是排外的嘛，后来被黑船打开了，就变得比较张开双臂接纳外国的这个势力，或者外国的这个被迫接受，对，被迫接受。但是这个被迫就是你刚刚讲的义，因为那个 Matthew Perry 真的强力打开日本的锁国政策，但是这次台积电去，不是台积电强力要去打破，是日本张开双臂，而且鼓励啊。我们看到过去的资料，日本一直都希望台积电去，在台积电没有宣布，台积电是2021年11月6号宣布的吧，要到日本去建厂嘛，在那个之前，日本的。我好像有给你几张日本的官员我访问的，有，你可以直接讲你要拿几张，给他看。你可以从熊本影片开始 Q 起，或者是你要看在大门。哦，对啊，我们休息一下，让大家看一下熊本场，因为这是我拍的，我要让大家看一下。所以没有那个我没有版权问题，我可以直接播出来。有版权问题，给大家看一下影片，那个 DCG8JC9好了。这个影片是在熊本厂的外面，这离熊本厂其实还有开车开了5分钟远。你看远远那个高高的黑色的建筑跟左边比较浅色的建筑，在那个高土台上就是台积电。那为什么这么远就拍呢？因为我租车的那个驾驶啊，这个山本先生跟我说，我是专门在游客去阿苏火山的，每个人都是跟我说去阿苏火山路上，我要跟他们介绍说，远远那边有一个台积电厂啊，叫做台积电，有个最新半导体厂，你们是我接待第一批客人，不是去阿苏火山，是来台积电的，而是要来看这个工厂，所以我必须指给你看，远远的是阿苏火山，倒过来。好，第二段影片再看一下，这距离比较远的拍，对。但是距离比较远也有它的道理，这到大门口了，这到大门口就到了，非常接近了。它叫做 JASM Japan Advanced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er。然后你看我刻意把那个道路也拍进去，你看我离它非常近，对，这表示当时这个地道路真的就是乡间小路，只有两线道。那你看到里面有一位警卫站在门口，我一开始以为他像台积电的警卫要赶我，结果不是，他一直看我。后来我才发现他是担心我要过马路有危险，他在那边安排那个交通指挥交通呢。因为后来我的摄影师到了对面去拍的时候，真的要再回来，花了2-3分钟回不来啊。因为我去了两次，第一次就我现在拍这个时候人还不多，我第二次去的时候下午4-5点已经交班。你是来开幕之后去的吗？我开幕之前去的，开幕之前去的。我是2个月以前就规划这个行程，所以当时我不晓得2月24号开幕，结果20号回来碰到这个桃园大雾，耽误了一天，21号才回到台湾，没有参加那个开幕，所以我没有真正进去。再给大家看一下那个菜园好不好 ？CG10跟11，它的厂房外面居然还有一项菜园的东西。好，为什么我跑到这边来拍啊？因为我那个时候。因为那个道路非常窄，所以我必须把车停到这里面来。哎，真的是乡间小路哎。然后这个菜就是高丽菜，就是包心菜，然后当然也有很多萝卜、胡萝卜。然后呢，这个地方因为阿苏火山所形成的火山灰啊，这个土地非常肥沃，所以种这个菜种得非常好，水质也非常好。它就是一个农业县份，有点像台湾的宜兰。然后呢，我站到这边去拍，是因为我如果头转过来，我所面对的方向呢，我注意到有公寮。而且地已经被铲平了，已经没有菜园了。我当时觉得奇怪，这边怎么会有公寮？如果是
熊本的所谓的一厂啊，嗯 ，JSM 的一厂 ，JSM 的一厂的话，在那边都盖完了，怎么会在对面有工寮？后来我回台湾才找到讯息，那个就是可能就是二厂的地方，所以那个时候其实二厂的工寮已经盖好了。我今天没有给你工寮照片，我有拍工寮照片。所以它二厂是紧接着要盖。这就像回到我刚刚讲的，这所谓的二厂其实就是一厂的扩建 Phase Two 而已嘛，其实只是 Phase Two 呢。然后它非常近，这个土地是 Sony 提供的。那我访问里面在当地的一位英国人啊，他在半导体设备厂里工作，他跟我说：“哇，好快哦！两年前也是一片菜田跟胡萝卜，拔地而起，就长出来这么一座大厂。”那我们可以想象，未来在这边也会有这么一座大厂。而那个英国人所在那家公司叫 Mastier 啊 ，Mastier 的那个厂的旁边就是 Sony 正在盖新的 GIS 的厂，我也拍了照片跟影片，不过没拿那么多。我要讲就重点，就是说那个区域是日本半导体的重镇，可是那个工业园区里的土地已经不足了，是 Sony 提供的是 JSM 的土地在外围的部分。那更外围你要继续扩充，还有很多菜田，当然是有可能可以转化成工业土地，但是没有那么容易。这张照片啊，请大家看那个道路，不用看我突出的小腹啊，看那个道路，那个道路真的就是两线道，非常近。所以像这个道路，在我后来4点钟再去的时候，那个交通拥挤的不得了。所以那个工人很难想象，如果园区到时候上满的都是上班族的话，这个怎么办？工人下班是从后面另外一个门出去坐车，然后有很多工人从前面用徒步步行的走离开这个区域去下班。那工人我也看到有很多人，我从那个脸看起来不是很日本的日本人。就是说可能后来我回台湾查知道，连冲绳的，所以你说是 Sony 让出部分的土地，对，他就没有像中国大陆之前说政府补贴了很多钱投入半导体的产业，但是钱被拿去圈地，这个问题就直接第一部分可以避掉，但是直接大厂配合政府把地拿出来。我们看一下我那个金指寿的照片，来，因为这个人是个关键 CG14， 因为时间有限，已经到1:50了，所以我要把最重点贡献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然后我希望观众朋友科长，因为我提供这些重要讯息，能够多多donate给我们这个永康兄，真的很重要，因为做节目很辛苦的啊。好，那这个金指寿，你不要看他只是一个科长啊，不要以为他只是一个科长，他是金产省的这个，他那个title非常长，我要查一下，反正他是那个什么什么。贸易什么什么，我有传给你，对不对？有非常长。你继续说。但你不要以为他只是一个科长，日本的振兴半导体产业的策略白皮书就是他总执笔的。所以呢，我当时就问他，他也一再强调，日本现在跟过去不一样，过去是锁国，或者过去是排外，过去跟国外合作比较少。你找到了是不是？他是经济产业省商务情报政策局情报产业科科长。对，不要小看他哦。日本有一个杂志，在我离开的那天啊，正好出版，列了40位影响日本半导体复兴的重要人物，包括台湾的刘德英和魏哲嘉，包括美国的 Gelsinger， 那个 Pat Gelsinger 就是那个 Intel 的 CEO 嘛。那日本自己本身大概有12位吧，这个所谓的政治家跟官僚，他也列名其中，他列名1、2、3，他列名第9位哦，所以他非常重要，不要以为他只是一个科长，他非常重要。那我当时就问他，我想这观众可能会有兴趣，我大概不晓得将来会不会剪进去我自己的纪录片啊，但我可以把这笑话讲给各位，因为他掉了我的陷阱啊。啊，是，因为我就问他说，你们这次要怎么合作？他说我们要跟全世界合作，我们跟欧洲合作，我们跟美洲合作，我们甚至跟韩国合作。我说哦，你们跟韩国也可以合作，是不是？韩跟日韩之间有民族情结嘛？是。他说我们当然也跟台湾合作啊，我们跟欧美、跟台湾、日本、韩国都合作，我们跟全世界都要合作。我说你真的跟全世界合作？他说我真的要跟全世界合作，我跟各个国家合作，我张开双臂欢迎各个国家。我说也包括中国吗？他说啊，就愣在这里。你觉得这是冷笑话吗？你是全程录影吗？我全程录影，这段我不知道将来我不要用，因为我是做纪录片嘛。但是我是故意挖一个坑给他，就是你这个他突然愣一下就可以剪成短影音。他后来就说当然也可能了，不过有还有一些别的条件，这个什么他就吞吞吐吐啊。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他很重要。我们为什么讲到这个？就讲到说，刚刚为什么讲到这个？就是你刚我问你要讲的是日本的策略，日本半导体策略怎么样能够？我也问他，我说你们的策略，我把它叫做双保险策略。双保险，对，他一开始接受，他说你这样讲也蛮对的。后来他又有一点要
要否认。那我访问另外一位教授，我也给你们那个铃木一人教授 CG 十二十三十三是不是、嗯？这位是东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的教授。那、嗯、为什么访问他呢？他叫铃木一人，一人就是一个人。嗯，铃木一个人，一人铃木一人教授呢？他是东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的教授，因为他对京产省的政策是有影响力的。嗯、他也非常懂半导体，但是呢，我必须讲说，他对于我很多的问题，他都有一套。否认我的讲法，像讲到这个双保险策略，他就跟我说他不赞成。嗯，那个金指数一开始赞成，后来也希望否认。你可不可以再直接一点？双保险策略包括哪一方跟哪一方？双保险策略的意思，我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他同时跟台积电合作，成立了 JASM， 同时他自己有个国家队，在跟台积电已经讲定了之后，熊本厂已经确定之后，已经开工之后，他们在成立自己的国家队。2022年8月，他在成立自己的国家队，叫做 Rapidus， 也是制造。那跟台积电将来会不会形成一个竞争？是有可能的、啊。所以我也问了日本的国会议员，他说希望将来不要竞争。现在我们只是一个业余的草地，他用了一个比喻，我们业余的草地的棒球队，你这个台积电现在是大联盟了、啊。我们、欸、要骗人家的脑子都是先这样讲话。我不敢这样讲。来 CG 十九给大家看一下。跟你说的我没这样讲。CG 十九给大家看一下，因为这个台湾就马上关心了。台积电现在是派了整个技术团队全力支援熊本厂的新建还有量产。立刻就被问，你这样去，就像刚才吴教授所讲的，在中国大陆之前发展半导体的时候，台湾去过两批的工程师，两波哈，当然会有技术扩散，因为人脑彼此交流就是会扩散这个能耗，对，所以大家就问说，那你台积电不怕未来你就等于是间接的或者是被迫的技术转移了吗？你一开始虽然说日本给了几千亿的日元当作是补助，但你不怕未来日本的半导体国家队厉害了，变成养虎为患吗？台积电的总部是这样回应的，他说：“台积电，我们有的就是人才，不怕竞争，有竞争是好事，这是非常官方的一个说法。但吴老师，你觉得呢？有竞争当然是好事，但看对谁是好事啊？对我们普罗大众享受这个科技进步好处的这些，我们叫什么吃瓜群众吗？或者我们是使用者吗？我们当然是好啊。可是对于那个被竞争的企业来讲，当然是不好啊。被竞争的企业当然都希望掌握到最尖端的技术在自己手中，扩散出去速度越慢越好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专利为什么要用专利保护自己啊？那 IP 要怎么样？台积电我特别要强调，台积电对于自己的各种的技术、各种的生产线上的参数保密做得非常非常好。这个以后机会我们再说细节啊，因为我大概知道一点，但是。保护的真的是非常非常好，不是那么容易就扩散出去的。但是呢，如果把 Rapidus 真的快速的培养起来，它时间拉长，它当然可能会是竞争。我也想到这个问题，所以我问了日本，我在那边也问了很多，他们就说啊，现在不会，现在不会，但将来，将来我们希望还是合作的关系，我们希望彼此是，甚至于那个刚刚那个铃木一人教授还讲说，我希望我们将来是友善的竞争对手。他用的英文是 rivals， 其实翻译成中文应该叫敌手。嗯，当然不到 enemy， 还没有到 enemy， 对我这样讲，还不到 enemy， 但是比 enemy 高一层叫做 rivals。那在你看美国的像 Sullivan 啊，像这 Blinken 啊，他们常用 rival， 跟中国就 rivals， 现在是这种关系，就是敌手。不是 competitor 还比较只是竞争对手。那这几个字是有不同的程度的意义的呢。所以呢，我觉得他们自己也知道这点，那我一下就把他戳破，他们就说啊，不会不会，大概嫌我这个家伙很讨厌，怎么老问这种让他们很尴尬的问题呢？但他们也回答得非常好，我认为他们，国会、官僚、学界参与的人都有一套完整的说辞。我比较在意的是，他们现在自己成立了日本半导体的国家队，可以到台积电的内部去工作吗？到现在熊本厂里面去工作吗？如果到熊本厂里面，又到核心的研发团队去工作的话，那绝对就是会把技术扩散的部分加速嘛？这个你很难这样的灵活，因为台积电不是只有在熊本厂，台积电在茨城县其实也有成立研发中心，而且是先成立的。那个研发中心跟日本共同发展最新的一些封装啊、材料等等技术，所以这个彼此大家会互相交流，共同分享那个研发出来的成果。那如果回到你刚刚讲说，哎，有很多日本人跑到我这边上班，甚至台积电现在有一种说法说，将来这个 JASM 厂全部交给日本管理，我们台积电都不用派人去了。有这么夸张吗？我有点怀疑。那这些日本人工作一段时间，他离职跑到北海道 Rapidus 去上班，可不可以呢？当然可以嘛，你限制不住嘛，对不对？那甚至于台湾的台积干部在日本工作一段时间，他说：“哎，我觉得不错，但我想搬到北海道去工作。”有没有可能？当然也有可能嘛，这都是技术扩散。当然，这在你公司能够限制的范围之内，不会造成很大的伤害。但时间拉长来讲，
它总是一种技术扩散，所以要小心。我觉得台积电应该，我写那篇文章给经济日报最后一句话就是，台积电仍然目前为止处理得很好，但仍然必须步步为营。你刚刚两这个双保险，就是后来你给我一些神劈腿那个的用意是不是？对对对，这个来用意是不是？你可以看这张图、啊。好，那我们那叫我给大家看一下 CG， 你帮我播一下16、17、18轮流播，因为这是我们是 YouTube 节目，让大家轻松一点嘛，对不对？因为昨天那个学长传几张照片给我，我说我们要讨论电影吗？这个、我怎么看不懂，你传这图给我什么意思？这个打仔明星范美达吧，对不对？对，他这个非常有名的叫做神劈腿。叫做 Epic 史诗级的劈腿 Epic Split、你打 Epic Split 在网络上就看到这张图片、那后来当然有些人模仿它，那这个就是我所谓的劈腿。为什么？我们看下一张，因为我用 AI 帮我做一个人踏两条船，一个日本人脚踏两条船的图。那个脸是用你的脸吗？不是不是，一直做不出来、就是我AI 都把我的那个月的 credit 都花光了，我还是做不出来，只出现过一张、可是背后不是富士山，我就没有存起来，有点可惜。就我的意思就是说，我故意用这个脚踏两条船来形容我所谓的双保险策略啊。那脚踏两条船大家比较容易记得嘛，这个比较印象比较鲜活一点。那日本这个双保险从他的角度当然合理嘛，如果我希望能够往远处行驶，我当然希望有两条船，不要只有一条船嘛，对不对？可是从时间序看起来，他是先有了 Jason 这条船先占了、然后才自己又创造另外一条船叫做 Rabidus， 再把另外一只脚踏上去。他现在对于他们自己日本的半导体国家队是轻描又淡写啊，你不用担心。但是一样有 subsidies， 一样有补助啊。但重点就是，现在台积电到了熊本厂区市场之后，他真正要努力推、积极发展内部能够把它带上来的是他们的半导体的国家队，这是他们才要真正去做的事。我没有这样讲，这你说的。因为肯定，如果政府会我问他说，他们都没有这样，他们都说、我们跟台积电会保持长久合作。日本政府又不是希望将来都是合作关系，不要竞争。日本又不是那个凯子政府，像我们这么有当凯子的那个习惯，4761日元给你台积电补助，你只是过来设厂，只是为了设厂生产晶片，然后就赚这个生产的晶片的钱吗？当然不是，日本补助这么多，当然是必须要你能够把它产业带动起来。这个问题我也问了铃木教授，他也掉到我的陷阱。因为我就问他说，你们给台积电这么多钱啊，有很多竞争什么什么，对啊，他就说，哎，我们不是只有给台积电，我们也给美光，我们也给 Rabidus 啊。他把 Rabidus 的那个补助也说出来，我说对，你看你们给 Rabidus 的补助，那将来我们会变竞争。他就说他给他们的钱是美国拜登政府给的20亿美元当中的钱，是吗？这个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讲说日本？包括刚才吴教授对于日本的半导体失落的30年，有可能透过台积电的熊本厂去设厂之后拉抬起来，原因有几个，因为跟大陆发展半导体确实有不太一样。我整理了一下一些文章的一些分析啊。大陆发展半导体本来起步就是比较落后，因为在当时那个环境是全球市场，而且是全球供应链。那发展的就是大家分工分的比较细，起步的时间点呢刚好是比较慢了一些，而且是全球分工的年代。现在在中美竞争情况之下，被欧美上了4道枷锁。刚才我们刚刚跟大家分享，包括有 IP、EDA 设备跟材料这4道枷锁，但日本不一样，日本。它发展半导体是早的哦，我们刚刚给大家看排名了，1990年代，很多日本的供应商是名列前茅的，而日本他们握有半导体的材料、设备供应商、EUV 关键设备这些涂布的显影机为例，日本全球市占就90%，微影制成的关键材料的光阻剂，日本也占有全球市占的80%，所以他们手上相对于中国大陆的4道枷锁，在日本上面是有这好几道的加分呢、是不太一样的利基点，所以刚刚为什么会举牌举出，有可能是它本来就跟大陆的环境不一样。我再举一个，也许我这个小人之心度这个君子之腹啊，但 Rabidus 的所谓的日本晶片制造业的国家对它的8大股东，我念给各位听，日本电装汽车零件大厂电装、丰田汽车、 Sony，请问这三个是不是 Jason 的股东？也是 Jason 的股东啊。要不然 Jason， 要不然为什么 Sony 会这么大方把熊本那一块地，日本政府说要让出来就让出来？也不是让出来，这个一定有偿啊。在一定有偿。还有呢，日本自己现在唯一剩下的，也不是唯一啦，就剩下一个很重要的制造大厂，当然主要做那个 memory 的 NAND flash 的，叫做 Kioxia， 也是 Rabidus 的股东。那剩下当然有 NTT、NEC、Mitsubishi 三菱啦，还有那个 SoftBank。但重要我要讲就是说跟
JASM 是有重叠的，那这也是另外一种技术扩散，就是不是个别的人员，而是股份的重叠，这个交叉持股，这个技术上是不是有扩散的空间的？我只能这样讲。而且 Rapidus 的目标是什么？你知道吗？Rapidus 的目标是2022年才成立嘛，八月才成立，他就说我们在2027年五年之后要做出2纳米的晶片，而且是要量产。现在日本最成熟是40纳米，台积电就帮他做28纳米，他从40纳米直接做到2纳米，中间跳过7个技术节点。而他说2027年就要量产，目标极为高远。这个呢，我也问了刚刚讲的金指寿科长，我也问了铃木教授，我也每个人我都问了。当然还是我的办法，想办法让他掉进我的陷阱，要讲出实话。这个以后再讲给，因为我看时间差不多。你是不是要回应观众的问题？是不是？等一下还有五分钟，你让他赶时间吗？我后面有一个录影，是我自己的纪录片。因为彭不，那我就简短再问一个，因为很多台积电的干部现在去熊本那边比较担忧的是，像你刚刚都已经讲了，2027年他们就说要做2纳米了嘛。然后日本的半导体也有自己的国家队嘛，股东八大股东跟现在的熊本厂的股东重叠性那么高，台积电的干部担忧就是他们合约好像比亚利桑那这个凤凰厂还要少一年，他们说他们合约是2年，2年约满到期，当地学会的技术有了 know how， 台干就不被需要了。这个我觉得是伪命题，我倒不觉得这个会存在。为什么呢？台积电现在员工已经是65000到7万人了。台积电最近这2年员工增加非常多，前几年我注意到的时候才5万人，那整个台湾半导体产业大概有30万人，哦，那如果只有几百人过去，这个数量上其实很少，就像刚刚节目一开始我讲，去中国大陆的几百人甚至上千人，这个都算少数。但是半导体里面如果有真正非常厉害的角色，像梁孟松一个人一去就抵得上千军万马，这个还是要小心。再来一个呢，台积电的员工我没有详细的数字啊，但是我听说有的人喜欢去日本，有的人喜欢去美国，各有。去美国的有很多啊，那个商业周刊不是还写了一篇报道，还开玩笑说去Arizona 的专机上面载了几百个孕妇，意思就是说台积电工程师把太太一起带去，那怀孕到那边生小孩就是美国人嘛，这样就容易取得美国永久居留权。但也有很多台积电工程师说我们比较喜欢去日本啊，来为台湾方便生活习惯方便文化接近，对不对？也有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你说哪些员工之后不能留下或能留下，其实我觉得这是伪命题。他们自己愿不愿意留下还是取决于他们自己，他的国籍啊，他的身份居留啊，他的家庭啊，环境啊等等。台积电也有些员工去美国太太是反对的啊，也有这样子的啊，所以都有。所以我觉得这个倒不是一个真正的命题。一开始我点破的技术扩散，就是因为你中间问了很多这种问题啊，都跟人员专业人士的流动有关。那我觉得它有一个自然的规律在里面，这个倒应该不是。这人员的流动背后操作的完全是国际的地缘政治。你要想日本的半导体在当时是技术方面人才方面输给美国吗？不是，美国透过了美日半导体协议把日本半导体活活给搞死的。所以现在如果日本要拉，对，美国要再拉日本啊，进入它的 Chip 4， 如果还存在的话，它是当然是配合地缘政治的运作来重建日本的半导体上中下游嘛。我补充两点啊，第一个 Chip 4这个概念是韩国媒体喊出来，美国没有这个概念。换句话说，美国只有跟日本怎么合作，跟韩国怎么合作，来联合怎么样压制中国，只有这个策略，没有跟台湾合作的策略组成 Chip 4， 没有这一回事。所以千万不要再讲说我们有 Chip 4， 我们没有 Chip 4啊，美国也没有给你 Chip 4，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日本你刚刚讲说我们要替美国讲话，就是1995年那个半导体的合约啊，和那个 agreement 啊，不是完全美国，当然美国压制日本，但日本的自己的战略选择也有错误。日本当时就当然在这个压力之下，他就选择说那我就发展设备，那时候 Nikon Canon 都世界顶尖的，因为在那还没有 SML， 因为在那个美日半导体协议之前就签了广场协议，日本已经开始升了嘛，你做外贸东西本来就是会有困难。这个也要讲，因为广场协议不是只有日本签，当时还有德国法国，就是七大工业国里面的意大利没有参加了，加拿大没有参加，其实五大工业国都有参加，所以不是针对日本。德国马克也升值很多啊，德国没有失落20年30年了，所以日本自己的策略错误是很重要的关键。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这一点？因为我这次去访问日本，日本有深痛的反省他们当时的策略错误，所以他们告诉我当时我们策略怎么错误，所以这次我们策略要怎么样，所以我才会潜心研究他的策略里面的一些美美嘎嘎，让我发觉台积电在里面扮演很重要的角色。那这个台积电扮演重要的角色，
跟台湾是不是扮演重要角色是两回事哦，两个不同的行为者，两个层次，这以后我们机会再讲吧。哦哟，这个问题可以好好来聊一下了。台积电扮演的层次跟台湾扮演的层次完全不一样，不一样。对，今天我今天请学长来，他才刚刚去台积电的南京厂，也去了日本的熊本厂，看到了中国大陆的半导体跟日本半导体的策略，有自己的方向，但有自己的一些限制。那从我来稍微归纳一下，我们刚聊大陆的时候呢，如果是要直线的话，很难有超车点；如果你要 follow 是完全半导体从过去这十年来发展的轨迹的话，很难突破，必须要从其他的拐点。那现在出现可能的包括了小晶片跟第三类半导体原料，这方面可能是突破点。那对于日本来讲的话，它并不是在过去没有半导体的经验，它还手上掌握了有一些相关的设备跟材料跟原料的情况之下，它是有机会的。那回过头，今天节目直播最后一个问题了，再两分钟就好。美国的部分，张忠谋前段时间接受一个访问哦，他们自己台积电感受很深啊。不过这感受深也是之前媒体很多评论员就已经预告过的。你去美国设厂跟去日本是完全不一样的，台日工作文化接近，然后台积电的薪水在当地的话薪水也不差，算是当地的薪水相对中高的。那你台积电到美国去的话，凤凰城相对一比，你去旁边的 Intel 比起来的话，台积电给的薪水就是凤凰城当地的中间偏低了，你不一定留得住员工。那张忠谋接受访问的时候，为什么日本给钱给这么爽快，美国给钱不给补贴给这么慢？那基本上点出几个重点：美国还有英特尔、高通、超微这些既得利益的美商，在不管是扯后腿、游说、施压等等都有，甚至工会也变成台积电现在自己比较难处理的问题了。所以美国半导体产业要把这中上游拉回去跟日本比较起来的话，美国的敌人不是外人，全部都是自己人。请放 CG12，因为这是很重要。我访问了日本的影响日本半导体复兴政策四十个人里面排名第一的日本官僚跟政治家排名第一的甘利明阿玛里Akira Amari。那这个 Amari 他的名字叫 A 开头嘛， Amari 嘛， A 开头，他跟麻生太郎阿首还有前首相安倍阿贝他们三个人组在一起，因为三个人名字的第一个字都是字母都是 A， 所以我们把它叫三 A。 那我问了甘利明本人这个当然我也有补充别的，他就说我们这个给这个经费给的非常爽快，是因为日本是财务省在规划，日本是议会内阁制，不是总统制。那美国是三权互相要 check and balance， 互相要制衡，所以国会要通过一个晶片跟科学法案搞了一年多，众议院过了的参议院过了，众议院再搞一年多，然后行政单位才去执行，执行过程当中又有你刚刚讲的利益团体来游说撤走。那日本呢，因为是财务省规划决定这个钱怎么给，然后议会内阁制呢是府会一家，因为组成议会的这个最大党自民党、自由民主党就是组成政府的这些官僚。然后还有很重要一点，很多人都不知道，我特别讲一下，就阿首这麻生太郎是在2012年安倍上任这个政府的时候的财务大臣、财政大臣，所以他对财务省控制的非常好。他现在虽然卸任了，但日本是派阀政治，他仍然是具有领导地位的，有麻生派嘛，对不对？然后现在的财务大臣是他的女婿。所以他们能够掌控财务省拨款拨得非常顺利，反对声浪有没有？当然有嘛，但这个都是造成日本拨款非常顺利的原因之一了。好，就是一般人比较不知道这一层，这一层很重要啊。原来财务行政一掐清啊，对，才有这样的一个效率。我刚刚点出美国扯后腿的是自己人也没错嘛，对不对？这你说的不是我说的。那到台积电去，当然对他们来讲会有影响啊。我觉得英特尔那些出了蛮多的力了。完全对，但从他立场，你也不能说他不对。对，是啊，是大家都各为其主，各为自己的利益嘛。企业获利天经地义，各凭手段，只要合法啊。来，我们来给大家念一下今天大家抖内，谢谢飞边工厂你的抖内，谢谢。有一个问题说，吴老师，请问。新闻报道，华为今年即将量产的升腾920算力芯片会达到 NVIDIA 的 H200 的 70% 的水平吗？这应该是专家了。他说即将要生产的升腾920算力芯片算力晶片会达到会达 H200 70% 的水平吗？这个生成叫什么 Sand 那个晶片，我在很早在做我自己那个原来电子时报的视频叫什么国际临界点的时候，我就有特别提到这个。因为呢，去年八月不是那个 Mate 手机先60手机先 announce 嘛，后来华为才
办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announcement 啊，一个说明会，是由那个华为公主孟晚舟自己出来做了演讲。我把她演讲仔细分析，我发觉这个升腾这个晶片是重点。那到底什么时候华为能够自己做出来？华为就转型成为一个晶片制造商了。后来结果真的，它这个升腾晶片呢，可以做跟这个 NVIDIA 某种程度相比较的这个 GPU 的晶片，也开始卖给这个好像是百度吧，卖了1500片。所以这个，如果他继续往下推下去的话，当然有可能。但这位观众很专业，问的是70%，这个我不知道，因为这个要测很多测很多参数。那哪些参数在什么样情况下测试，它可能65，换一个 environment， 换一个测试的可能就变成60或78，这不一定。但是我要强调重点就是说，升腾的这个晶片它就是一种 high performance 的 computing 的这个 PC 啊，就高运算的 PC。那我提出一个概念，我后来发觉大陆有一位，我也常常看着 YouTube 的博主也用了我这个概念，叫做算力即国力。我在这边再讲一遍，证明是我第一个讲出这个概念的。算力 Computing Power 就是国家力量。那如果说华为的这个升腾能够继续做下去，当然前提是不计成本，因为一开始做的时候一定不赚钱，因为量很小或者是良率不高。可是如果能够容忍这个部分的话，它一直做下去，它一定会越来越高，就达到NVIDIA 的哪一个型号的产品70%，这个其实不是问题。台湾其实有家厂商几乎2年前就做出来一个 GPU 比 NVIDIA 的还要更棒的，可是不是只有一个 GPU 卖得好你就可以打败人家，因为你还需要很多别的条件。这个在你节目里我们讲过，它有很多的软体开发环境啊等等，这是 NVIDIA 之所以这么厉害的缘故。要不然 AMD 的 GPU 并不比 NVIDIA 的差啊，可是你不是只卖一个 GPU。 现在 NVIDIA 其实已经把自己 upgrade成为不是只卖这个 chip， 它是卖 module， 它是卖一个整个我们叫 blade， 叫刀片，或者一片板子，或者卖一个大的 module， 或者甚至整个伺服器它都开始卖了，所以它不是只卖一个 chip 而已。所以你就算升成920，现在就相当于它70%，这个值得庆幸，值得庆幸，但要走的努力路还很长。方向这方面是对的，不用质毋庸置疑了，方向是这样子的。对，那看时间。不过我刚听学长这样分析，包括 NVIDIA 包括台积电，他们有一个优势是他们因为是在业界当中的领导的一个品牌，它的股价表现可以让他们有更多的研发费用不断的在这基础之上去累积，是比较快速的。再来就是要谢谢 MK Lite 香港的朋友，你的 donate 线上大概是2500位的朋友在收看直播。哦，这么多。谢谢，对，谢谢台股株式会社，谢谢吴老师专业的讯息跟意见。再来看一下哈，还有R 唱，谢谢你的 donate。 Terry C2， 根据美国媒体 Inside EV 的数据，华为问界 M7 成为了2024年1月份全球第4畅销的新能源车，如果只算中国大陆的销量，同月超越了均价差不多的 Model Y。 好，谢谢你的讯息，你应该是分享讯息没有提问。 HY 美国的朋友，谢谢。Yeah James， 中国光刻机现在进度怎么样了？问很直接，中国光刻机，看观察华为吧，因为我写过几篇文章，国际电也讲过，真的不是只看那个上海微电子啊，我觉得华为推出的机会比较大。华为先推出的机会，或者是也许它不是最早推出，但它我的理解，它现在进度其实真的加紧赶工当中。好，朱婉仪，谢谢你的 donate。 还有最后一个提问，朱婉仪是我朋友啊。是啊，对啊，这位朱婉仪，对的。这个红色的，这个，我想应该是他。对 ，OK， 还有一位是 Space Wolf， 请吴老师评价一下大陆国产的摩尔线程现在新出的 GPU， 包括算力跟驱动优化和生态，还有多长的路要走？我觉得我们的观众这题跟刚前面的答案其实一模一样，就是70%那一题一样的意思。我对那个摩尔线程也没有那么深入的研究，我也不敢讲的太 details。 我刚刚讲就是一般的我的看法吧。孟晚舟也讲过国力算力就是国力，这样的话是吗？这是来宾说的，是吧？有网友在补充，对，网友就是不赞成我讲，好吧，让我说。我非常清楚啊，只要你提出什么，一定有网友不赞成，这我也很理解的。OK， 总之我今天又上了一课。我每次听你啊，你刚刚讲到说你去采访这些人啊，专业的业界人士，帮你补充了很多面面方方面面。我每个礼拜做节目，
就是我这种只是单纯媒体人去吸收知识来源最重要的一堂课。今天谢谢吴教授，谢谢。有没有要最后跟我们观众朋友讲什么？这次谢谢各位观众支持啊！哦，我讲，我可以不帮你做预告啊？哦，是啊，是啊。那个吴立强教授现在离开之前的媒体之后，他未来他现在是接受委托做一个半导体的纪录片嘛？对不对？你在做纪录片，未来会发布，然后你也规划未来有可能自己要做频道的。不是，可能我自己要做自己的 YouTube 频道呢？跟我们这样一样的吗？长远来看不会竞争，我们希望是合作。我们不是双保险策略，不用谈那个，就是你以后会做自己的，也会做自己 YouTube 频道。对，因为每次来上你节目，你问那些问题都太难了，我自己做简单一点比较好。下次你那个频道开的时候过来这边，我们把那个网址打上，大家可以连接过去。我的频道很简单，要不然大家就开始要找，还比较不是。我的频道叫乌鸦笑笑，已经开了吗？先把它注册了，但我还没有上传节目，因为我自己的乌鸦笑笑就是那个乌鸦吗？乌鸦就是我从小的外号嘛。嗯，笑笑就是笑一笑啊，这样子。你不要再问我细节，知道？不是，现在在那 YouTube 上面可以直接找得到乌鸦笑笑。找得到，但是我没有上传任何影片，因为跟我要帮我制作的导演跟这个相关的这个，我还花一点的时间。但我前几集的内容我都想好了，其实就是我去日本大陆采访回来这些心得。你来今天直播之前有没有看一下有多少人订阅？没有，才两三天而已、啊。有没有人订阅？我不知道哎、欸。没关系，你今天回家看一下，看看永康新世界的观众给不给力。大家麻烦今天收看的朋友去帮忙宣传一下吴教授自己的 YT 的频道，叫做乌鸦笑笑。找得到吗？微笑，你有注册就可以找得到。哦，他可以去那个打那个就是放大镜。我自己都没事，我自己都没事。去摄取乌鸦笑笑，然后下面去找频道。看看今天回去订阅人数会不会增加。我一开始先做这个独白式的自说自话的，将来如果有机会像永康这么厉害可以做主持人，那我也可以邀请别的来宾来，我也做一下。你可以邀请我，我能去只能贡献唱歌给大家听。那很好啊，那也非常好，周末愉快，拜拜。好，谢谢，拜拜。